您这个周末规划好去哪里玩了吗？在台北的三 C 大展即将就要展开了，已经从周末礼拜五开始了。那么展到14号，也因为这算是今年底最后的档期了，加上是开学季，所以有很多的笔电呢、相机或者是三 C 的产品都有大幅度的折扣。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。为了搭配开学季，业者强打3C路线，包括笔电、相机一元购，还有针对目前最夯的小笔电来做优惠，甚至连相机、翻译机都有三折起的超低价。在这次我们的促销里面呢，包含像我们的 CUV 的机种，那它的长效电力可以使用到12个小时，那原价原本是34800的部分，那这次再另外送我们的外接式光碟机，在折扣过后大概可以便宜到3000-4000左右。不只有低价促销商品让民众抢便宜，还有许多新鲜商品也要抓住你的目光，像是这个美女必备的美颜小脸机，还有挑战最低价的37寸液晶电视，以及满足全家大小的卡拉 OK 练唱机，都在这一次的3C 大展中可以看得到。这一次可以说是我们等于年底的促销的最后一档，所以我们配合了88水灾的这一个赈灾的一系列，所以我们把厂商百大厂商都出来，把自己的成本下杀再下杀，来做一个最后的促销的清仓的活动。三 C 大展即将从9月11号到14号开始起跑，想要买三 C 产品的民众可得先做功课，到时候才能抢到最划算的商品。中天新闻张耀颖、王志远台北报道。